桃园龙德宫四妈祖八天七夜的南巡绕境，十四号清晨五点多，在住家的鹿港天后宫举行了一火进香仪式。众人在主委跟公主带领之下，高唱生日快乐歌，来替龙德宫四妈祖还有鹿港湄洲妈祖提前暖寿，场面相当热闹。众人齐声高唱生日快乐歌，为妈祖提前暖寿，场面热闹又隆重。桃园龙德宫司妈祖十四号清晨五点多，在住驾鹿港天后宫举行盛大异火进香仪式。北台湾年度宗教盛事桃园龙德宫司妈祖绕境活动，沿途吸引上千名信众，一步一脚印跟随妈祖脚步。人间行脚，圆证菩提，这是桃园龙德宫在113年啊，我们的南巡绕境，司妈祖引领着我们所有的信众啊，徒步来到鹿港进香，最大的一个意义。十四号清晨，一行人在鹿港天后宫完成异火进香仪式后，由花鼓镇、金龙镇、千顺将军等各镇头一一向湄洲妈祖和司妈祖敬拜后，收银启程要北返。司妈祖，这样嘛，祝福在所有的随风信众哈，一当一路平安，啊，做福地。八天七夜南巡绕境，出谷徒步随行的信众超过5000人，期盼将司妈祖的福泽遍布踏过的每一寸土地，祈求灾厄远离。记者张浩报道。